这个16+1峰会其实引发了德国、英国、法国非常大的反弹。观众可能不知道，过去欧盟啊叫表决的时候，要不要对中国解除武器限制，要不要对中国解除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，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都支持的，东欧这些小国都反对的。为什么反对？因为卖武器、卖高科技产品，我又没有，我没有利益啊，所以我都是反对的。那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就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支持中国？中国那么好的国家，我们应该跟他自由化贸易。”可现在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自从中欧跟东欧开始跟中国交朋友之后，西欧开始紧张了，这个矛盾其实越来越大。今年以来，包括德国外长，包括中国外交部发言，其实针锋相对不止一次。现在啊，其实这个欧洲人啊，对于这个亚洲或者说对中国人啊，对的这个心情啊，非常的这个复杂啊。是，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大陆这方面的崛起啊，然后对这个东欧、对这个欧洲，对不对？好，慢慢啊，采取比较积极的一些动作，对不对？哈，是，难免呢、啊、就会刺激到欧洲人内在的这个尊严，你知道吗？今年8月呢、啊，德国的这个副总理兼外长，加布勒，对不对？哈，他特别莫名其妙，有一次开记者会的时候就讲啊，这个希望中国能够尊重一个欧洲的原则，不要分裂欧洲。对，大陆觉得他前面他说我们要大陆希望我们遵从一个中国的原则，也希望中共尊重我们欧盟一个欧洲的原则。所以他把台湾议题拉出来说，我们都听你的，是一个中国原则。台湾是一个联合国没有户籍或地球上没有户籍的小朋友，可是你怎么来分裂我们一个团结的欧盟呢？这个最主要哈，今年啊，对不对哈？这个大陆啊跟这个匈牙利、塞尔维亚、希腊啊，签订了一个合约，要建一个叫做匈塞铁路，对，就是经过对不对哈？从这个布达佩斯开始，经过这个塞尔维亚，然后到这个希腊啊，这个彼得雷夫斯港啊，对，这条是一条高速铁路啊，对，我在旁边给你看一个地图啊，这是欧盟啊。它规划的一个铁路网啊，是中间有条蓝线呢、啊，就是匈塞铁路，对，根本没有在欧盟的铁路网里面。是这个铁路网是什么铁路网？是2014年啊，这个欧盟啊，在这个欧元危机以后，对不对哈？针对欧洲经济的疲软啊，对，提出来一个大型公共建设计划中的铁路网，这叫做容克计划。是因为欧盟主席是容克嘛，对，所以就提出一个叫做容克计划，包括电力啊，包括公路啊，包括铁路啊，一连串的基础这个设施的这个更新充实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大陆这两年不但在这个欧洲啊推销高铁，还推销这个核能电厂，这个牵涉到很多啊标准规格的这个制定，对，完全没有去跟这个欧盟啊去做相关的讨论。这个匈塞铁路，观众要注意到，它的出发点是为“一带一路”做服务哦，它并不是站在欧洲角度思考这个铁路网。观众，你懂意思吗？我们举个例啊，像台北市的捷运网，那当然可能是以台北市为中心，可能以市政府火车站为中心，然后建立了捷运网，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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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来连去转一转。今天大陆盖一条高铁过来。它不是以服务台北市为核心哦，它可能是以福岛、福州为核心。那这个高铁网就会跟台北市的捷运网会不容不合，你知道吗？那感觉很像，就像台湾现在机桃机啊被骂翻了，因为桃机一下机之后就发现迷路了，下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就是台湾的桃园机场跟台北市捷运网是不相容的。这一次大陆提了这个高铁计划，跟大陆铁路网。他不是说规格不符，是基本上服务跟目标不太像。当然了，这个表面上对不对？他当然不能让人讲说你是提供这个东欧人服务，不是提供我们整个欧洲人服务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他不能这样讲，但是事实上对不对？他就把很多这个牵涉到规格的问题啊，对，提出来，作为对不对哈这个焦点来讨论。但是啊，这个铁路其实就像是这个怎么讲呢？一条刀，就是一把刀，对不对哈？是。把这个东欧人跟这个西欧人，对不对哈？的传统的这个伤痕，对不对哈？非常敏感的部分重新切割了。对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欧洲啊，大概是从西元前这个53年啊，这个当时的罗马的这个总督叙利亚总督啊，叫做克拉苏，是他第一次跟这个波斯人，那个时候叫中国古时候叫安息人作战的时候啊，对，碰到丝绸这个东西，嗯，他就知道有丝路这个玩意，嗯，东方有个国家生产这个玩意，对，这个玩意呢可能是叫什么名字？那个时候
罗马人没有很明显的这个记载，只知道东方有个国家生产这个。对，那中国呢是西元97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，东汉的这个这个班超底下的有一个副使叫做甘英的，这个出使安息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，到达这个有人说是在黑海的东岸，有人说是地中海的这个东岸，对，说过了海有一个叫做海西国，其实就是罗马。对，或者说是即将发生的这个东罗马，好，一直到这个西元286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哈，当时罗马皇帝啊，正式啊，因为这个受到这个蛮族的不断的这个打压，对不对？对，国势减弱以后，为了治理方便，把罗马分成这个东西罗马。对，东西罗马以后，一直到再到这个313年的时候，君士坦丁大帝啊，对，正式啊建成，而且皈依这个基督教。是，这个东罗马帝国正式成立以后，对，两边的人呢，之间的隔阂啊，还有宗教信仰啊，慢慢就出现分歧了。比如说，这个东欧，尤其南欧这个部分，信这个东正教。对。那这个西欧呢，这个是皈依这个罗马公教。对。两边的这个教义也不一样。比如我打个比方说，当时这个东罗马帝国，因为跟这个穆斯林世界，或者说跟波斯、跟中国接触的比较多，对，文明相对或者物质啊相对比较进步，对，经济比较好。那个、经常称什么西欧人叫做威尼斯人，威尼斯人的意思啊，我们现在也许没有什么感觉啊，但是那个时候威尼斯人啊，为什么是一种鄙视的口吻？那我们去澳门住威尼斯人就是没水准的意思哦。因为现在的威尼斯人的老板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不是东罗马人啊，是，对，他可能是西欧人，所以他觉得威尼斯人没有怎么样，无所谓，对。但是你如果是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，对，对，在这个东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被人家称为威尼斯人的话，是很丢脸，是很丢人，非常野蛮的事情、啊。大 K， 你去澳门住哪边？住威尼斯人，我们就鄙视他，观众朋友没念过书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住一个威尼斯人酒店呢？对，那事实上这个隔阂大到什么？大到十军东征的时候，每一次东征，除了第一次打下耶路撒冷以后，对哈，每一次十军东征，其实都不是为了收复圣城，是，都是为了洗劫。东罗马帝国，我觉得名字很恐怖。我最近有次要去上海，他们说：“哎，世光推荐的地方很好，不错。”电话讲叫做静安寺妓院，啊，叫我住什么？静安寺妓院，妓院会有高级的吗？他说没有，没错啊，叫静安寺，因为静安寺是个地名嘛，静安寺妓院嘛，怎么推荐我去住静安寺妓院？哎，字幕不要打错哦。那他说不是，原来是静安区的寺妓院。所以冠冕这个名字差很多，我听着啊，冠冕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次去上海，我带你去住静安寺的妓院，哎，听起来你在干嘛？没有，静安区的寺妓院，所以一个名字要有文化，所以威尼斯人饭店不能随便乱住了。对，没有错、啊。对，所以其实，在历史上，对不对？哈，是东欧跟西欧人啊，对不对？一直有一条历史的鸿沟。对，这个鸿沟是在心里头。是在文化层，就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，对，在地理上，对不对哈？感觉一东一西，对不对？好像不是什么很明显。就我们中国人来讲，反正其实这例子很妙，就是我跟你讲，其实东欧跟西欧的感觉根本还是不懂，对不对？我举台湾跟大陆的例子，就是以前大陆很落后，台湾很优越嘛，台湾就是东欧，大陆就是西欧。结果西大陆搞了一个工业革命，你懂意思了吗？西欧起来了，大陆起来了。后面你知道台湾人的心态其实有点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时候干嘛？台湾人就找美国爸爸嘛。东欧要怎么办？东欧就找个中国爸爸，就这个逻辑。关于那种情感因素，就是感觉本来我们是一家人，可是因为文化差距当中，本来我们是领先，他落后，就一下被他超过了，那种感觉很难过的。那世光刚刚讲了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个是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的。是，我跟大家看到，“一带一路”啊，中国大陆啊，希望建立这个3到4条的这个所谓欧亚路桥、啊。是哦，除了传统的这个西伯利亚铁路以外，对不对？经过南欧高加索这边，可能有条新的铁路要过去。你可以看出来哈、啊。这条铁路过去的话，东欧就扮演欧洲门户的这种角色。Hey， 我们看这边铁路，冠冕，我们现在直接抓出来，整个中欧亚路桥当中现在叫7条通，对，不是林森北路7条通哦，是现在有7条通。这7条通给很多国家带来致命的诱因。为什么？你像哈萨克平成整个东亚欧洲跟中欧路桥当中的关键核心。莫斯科为什么支持？因为几条通道都在莫斯科交界，包括圣彼得堡，包括了波兰。过去世界中心，这地图可以转哦，关键地球是圆的嘛。本来是以大西洋，本来是以地中海为中心，后来变成大西洋为中心，后来变成两大洋，大西洋跟太平洋为中心。所以关键有，假如以太平洋跟大西洋为中心的话，关键你去想象这个地图哦，
这些都是边缘国家。乖乖，你懂意思吗？因为世界中心是大西洋或太平洋，可是大陆的一带一路把这边变成中心。乖乖，为什么西欧反对？假如以这样地图看，这些国家就是边缘国家，这些国家就是边缘国家。这个整个以前东欧的这个经济不好，我打个比方说，东欧的东西出口的话，都要绕到边缘国家。对，从阿姆斯特丹那边出去，出口看荷兰的脸色，再经过这个地中海，经过苏伊士运河，都是从边缘地区到亚洲地区。对，现在如果这个所谓匈塞铁路，对不对？跟这个欧亚路桥，对不对？哈，对，串联在一起的话，那这个影响力很大了。对，它根本就不需要经过边缘地区，直接透过陆路，对不对？哈，对，把产品啊输送到亚洲最大的市场啊。是，所以这个对东欧人来讲，对不对？对他来讲是获得一次机会，是对西欧人来讲，你这是再一次的羞辱我，或者说冷落我。对，那我再讲，就是1902年呢，这个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这个世界中心理论的时候，他就讲欧亚大陆是世界的中心啊。是，当时他建立在就是交通技术的进步，就是铁路的进步。只没想到船海航海时代，对，因为那个时候铁路对不对还没有跑那么快，可能只有70-80公里，而且因为海路网还没有发明了集装箱，就是所谓的货柜。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对，因为以前铁路都是散货嘛，所以慢慢就现在很多人大家都可能都不知道，我们节目中曾经讨论过这个大陆推动的这个所谓中欧班列，对。2011年开始，第一年大概是有100多班。今年呢，5月份的时候，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对，已经超过1000列。我们到10月就1到5月已经超过1000列，现在到10月3000列，已经在这边。1到10月份已经超过3000列。对，你看从2011年一整年呢，才100多班列，现在已经到10月份已经到3000列。对，所以这个成长是非常快。这个对东欧过去给人家感觉相对封闭的内陆国家来讲，现在变成前从后院。变前门，前门了，对，给了他觉得新的这个出海口，新的这种希望了。那对西欧人来讲呢，这个历史的裂痕呢又再度出现了。是，所以西欧人会觉得说，我们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再把东欧的兄弟拉回来，不然会被中国人拉走。好，非常感谢两位，谢谢。